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786名，786名。倒数第一行，倒数第最后一行。二，要解云：盖所持之名号，真实不可思议；能持之心性，也真实不可思议。持一生，这一生不可思议；持十百千万无量无数生，生生皆不可思议。念老用要解偶益大师两段开示作为复会诗文47品的总结，这个用意很深，也非常的难得。欧耶大师在前面一段的开始告诉我们，阿弥陀佛名号里面的含义，实际上它的含义是无量无边、无尽的神光。而世尊在弥陀经上用光寿两个字来表法，光照十方，代表空间。寿是过去、现在、未来，代表时间。时间跟空间之内，所有一切法了，这两个字就包含了。科学的名词全宇宙，佛法里面所说的法界虚空界，那么有光的意思既然是光照十方，所以你是往生到极乐世界，同时你就生十方无量无边诸佛刹土这个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往生到极乐世界，即使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他也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也就是世尊在这个经上告诉我们，阿弥陀佛在因地发48愿，愿愿都是帮助众生，圆满成就佛道。又以无界的修行，每一愿都兑现了。没有一愿是虚愿是没有做到的。
所以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乃至于弥陀的名号都是本愿无界修行的功德之成就，这他为什么能加持你？加持是圆满的，上面对等觉菩萨、十方世界等觉菩萨往生极乐世界的太多太多了，下面。到无间地狱，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只要你能信，你真正发心想生极乐世界，没有一个不成就。这个法门才是大乘究竟圆满的法门，没有一个众生不度，没有一个众生不是一生圆成佛陀，不要等第二生了。欧耶大师要我们真正明白了、清楚了，要好好去想想。这个机会确实是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们今天遇到了，要不要把这个机会抓住？认真学习，这一生当中决定能成就，甚至像弥陀经上所说的，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我们看到了，我们听到了，真有这样成就的。三年五年成就的不计其数啊，太多太多了。只要真干，只要真放下，你的善根福德因缘就都具足了。刚才念的这一段，再三再四提醒我们，名号功德真是不可思议。我们能持的信心也是真是不可思议。这个就是说明持名念佛要用真心，什么是真心？没有妄念的时候是真心，有念就不是真心。没有妄念，而起心念这句佛号，这就是能持的信心。佛号
是心性圆满的智慧德相。啊，在这一句佛号当中啊，所以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实际上，佛号就是人自信。这个地方讲的心性，心性就是阿弥陀佛。弥陀名号跟心性圆满的相应，所以大乘经教里头才告诉我们：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啊，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记住。用清净心去持名，这一点是非常重要。懂得用清净心持名，换一句话说，我们现前日常生活当中，要用清净心去生活，要用清净心去工作，要用清净心去应酬。那么我们想生活工作应酬都那么样的繁杂，心怎么能清净啊？甚至于有人说我们这一点清净心全被他扰乱了，这话有没有道理呢？听起来好像有道理，实际上没道理。怎么说？六祖慧能大师说过：“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从来也没染过。”可以证明。清净心平等觉确实就在我们眼前啊，而是我们迷失自信，不认识它了，以为它被染污了。其实染污的不是它，染污的是什么呢？是莫那什跟阿赖耶。总要搞清楚，搞明白了。啊，阿赖耶是八十、五十亿星宿的根，啊，染污是从莫那来的。莫那功能很大，几乎把心性所通通染污了。在这个地方，我们又必须要认清楚，染污的根源是莫那。所以，莫那是一转，染污就没有。转莫那时为平等性质，平等性质是如来果地上四智大圆净智妙观察智尘所作智化身大士就有能力转八十成四智，
啊，我们把八识放下，怎么放？我与一切法不再执着了，什么都随他去吧，样样都好，没有一样不好。这就是放下了莫那，放下分别，分别是意识，不要再分别了。法法平等，无有一法不是真如，无有一法不是实相，无有一法不是阿弥陀。阿弥陀就是无量光寿，法法皆是自性的。不分别，把意识放下了，不要再去想过去，不要再去想未来，不要起心动念。我们把阿赖耶放下了，放下阿赖耶，大圆镜之现前，那就是觉啊。啊，放下莫那，清净心情；放下分别，就是意识平等心情。啊，放下起心动念，放下一切回忆，通通归零呢，就是大圆镜智。大圆镜是觉，我们今天上清净平等觉心情了。那前五识。眼耳鼻舌身，他为你服务，成就你的大愿大行，就成所作之啊，菩萨事业啊，都在一念之间呢，叫放下便是啊。啊，经修到这个地方，该放下了。放下就得利益，文经获益就最后一品。啊，这一年多，从去年清明到现在。我们大家共同在学习这部经教，我们获了多少利益？要认真去反省，我们所获得利益并不满意，那是什么原因？我们没听懂，没有学会，这句佛号念得不好啊！怎么叫不好呢？还有很多杂念夹杂在里头，常常断断续续，连不起来啊！这是我们的业障啊！实在说个老实话，我们没放下。啊，今末尾，我估计顶多六个小时就讲圆满了。六个小时是三集，刚刚好600集，1200个小时。啊，这一边纵然没有满意的理由，我们相信啊，基础垫下去了，我们接着讲第二遍。
我们尽可能维持一天四个小时，那么1200个小时，一天四个小时需要300天。希望底下这个第二遍，我们能够获得真实利益，能够获得圆满的利益。真实圆满就是我们真有把握往生了。这个不是假的。欧耶大师这两段的开示劝勉我们了。我们对佛号要有100%的认知，决定没有怀疑。放下妄缘，妄缘都不是真的。不要再执着了。什么样的环境，学者是因。没有不欢喜的，没有不自在的，我们就真正获益了。所以既然念一声佛号，一声不可思议，念十声、百声、千声、万声、无量无数声，声声皆不可思议，这一句话重要啊，比什么都重要啊。这一句话真搞清楚，真搞明白了，这为什么不念佛去胡思乱想？胡思乱想还要继续搞轮回，还要继续再搞灾难。如果果然声声皆是阿弥陀佛，我们知道灾难没有了，我们的业障没有了，一声佛号灭无量生死重罪，我们的六道轮回生死没有了，极乐世界现前了，就跟韦提希夫人那个境界一样。见到阿弥陀佛，见到极乐世界，就得信任、慧人、无生法人了。这一篇经我们就学习到此地。下面我们看最后一篇《文经获义》第48。前面有几句是黄念老给我们讲这一篇的提要。本品名《文经获义》，广贤文者，获义难思。无论你是听到全经，或者听到当中一篇，乃至听到当中两三句经文，
利益都不可思议。啊，你有心听，无心听，听懂了或者是没听懂，通通得利。啊，《无量寿经起心论云》，这是彭吉清居士说的。文经之意，如是不可思议。如是就像经中所说的，等一下我们就看到了。皆是无量寿本愿力故啊！为什么这样子？哦，这么不可思议啊！二是来自。无量寿就是阿弥陀佛，就是法藏比丘，他老人家本愿。我们也可以这么说法，无量劫前，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舍无大劫。啊，法藏比丘发了40大愿，48愿，经历5劫才圆满修成。大愿修行的功德，成就了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啊，世尊告诉我们，极乐世界成就到现在10劫，这15劫。啊，弥陀发愿在15劫之前，极乐世界成就到今天10劫。这10劫不知道度多少众生，而且都是成佛了，不只是了生死出三界。无量无数无尽的众生，在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现在都圆成佛道了。啊，这是无量寿本愿力，业以本思为臣为神加辟故。因为往生的人生到极乐世界，都得到阿弥陀佛威神的加持，第二十愿讲得很清楚，生同居土下下品也是阿惟越致菩萨，阿惟越致是真的三种不退，第二个是地位不退，第二个是行菩萨道不退，第三个是念念不退无上菩提。这是十报庄严土
四十一位发生大事，不是普通人呐。所以你人家要问，极乐世界有什么好处？你把四十八愿讲给他听，就圆满了。四十八愿是净宗的纲领呐，总纲领。48条像一个国家的宪法一样凡有众生欲思经者，其所获益也当如是无论是什么人，只要遇到这部经。他所获的利益，如同经上讲的一样。我们都了，心里很清楚，很明白。特别显示教育。阿弥陀佛的教育，释迦牟尼佛的教育，教学第一，教化第一了。佛菩萨教出来的，谁教的呢？诸佛如来教的，法身大师教的。圣贤是教出来的，古圣贤先教的，我们要有孔子学习的心态，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我们才能得到真实圆满的利益。现在请看经文。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12000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这得利益的。这小乘。小乘第一个得法眼净。第二呢，得解脱的利益。20亿众生得阿那含苦。6800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这是六句小乘的理。我们看念老的注解。成垢通知烦恼。是烦恼的代名词。因为灰尘能造成染污。烦恼呢好像染污我们的自信。其实我们读了慧能大师的六祖坛经明白了。自信永远不能沾染，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染污自信。染污是阿赖耶85亿心所，他们受染污，
啊，自性清净心是永远不受染污的。这一点我们要特别清楚。所以，这种染污是可以放下的。只要你肯放下，你的自性清净心就现前。如《维摩经》云：“云里尘垢得法眼净”，正同此经啊。《维摩经》上说的，跟《无量寿经》上说的相同。啊，什么叫法眼净？维摩经加强素云：法眼净者，小人啊，小乘也法眼，大乘也有法眼，小乘法眼呢，就出果。见四谛法，名为法眼。啊，出国须陀洹，我们不能够轻视他了。我们这个世间人，聪明智慧比不上他。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四谛。也叫做四圣谛，四真谛。圣者所见之真理也，谛这个意思就是真实的，啊，实实在在，它不是假的，啊，有四种。啊，圣人才能见到，小乘就是圣人。啊，出国以上，转凡为圣的，啊，我们在大乘教里称他小小圣。小小圣就很难得了。啊，为什么？他有能力把三界88品贱货放下了，我们一般人很难做到。世尊为了教学方便起见，把88品贱货归纳为五大类，五种，这样教学就方便多了。五种里面第一个就是身见。你看，六道所有的众生都把身当作自己，
大乘经里头，佛告诉我们，身不是自己，身是假的，不是真的。啊，出国圣人，他就明白了，他就证得了。啊，明白是解悟啊，没用处啊，你得不得受用啊？他真的得受用。啊，怎么是真的呢？他真放下了。啊。不再把这个身看作自己了，知道这是假的。啊，那什么是自己呢？真心是自己，真心他没真的，但是他初步把这个明心见性的这个障碍破了，放下了，往后修行呢，当然就顺利了。这个我们要特别注意，他们听明白了能放下，我们听明白了放不下，所以他正虚脱环，我们还是搞生死轮回。这个话要是以张家大师的看法，那就是我们文经没听懂，小乘须陀洹他真听懂了。张家大师告诉佛法至难行矣，我相信慧能大师不是最好的一个例子，几句话之下他搞清楚了，他就能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他成佛了。须陀洹还不行呢，须陀洹只是把身见放下，不再执着身生活了。啊，这两个人境界天壤之别。六祖在天上啊，他在地下了。小乘四国四相八个阶级，他才爬上第一个阶级。啊，而六祖慧能大师那是登峰造极，啊，叫做《华严经》来说，慧能大师的境界最低也是第十一阶，这是第一阶，第一个阶级。啊，菩萨五十一个阶级。明心见性，大彻大悟，至少是第十一个。第十一个是初住啊，前面十个叫实性呢。
啊，第二个是十，是十一到二十，是十住。再往上去，是行、是回向、是地等觉。啊，四十一个位次。证得这个地位了，他将来到哪一道去啊？到诸佛如来十宝庄严土，他到那里去了。啊，没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都到华藏世界去了。啊，毗卢遮那佛的华藏世界是十宝土啊，真有本事去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真有本事，即身成佛了啊！上上根。须陀洹是一年级，上上根人是十一年级，怎么能比？啊，所以身见不要老把身见看得这么重，因为一切法从心想生。你越看得重，麻烦就越大。啊，为什么呢？你在这上用的心多啊，执着多，分别多，起心动念多，这不叫找麻烦？啊，佛教导我们不要执着，也不是叫你故意去糟蹋它，那也错了。一切顺其自然，顺其自然就是最健康的、最圆满的。怎么叫顺其自然？利、妄想、分别、执着就是顺其自然。啊，我这几天看到一份报告，说的是夏威夷一个很特别的治疗方法，他的题目告别记忆，融合忏悔和感恩，临极限。夏威夷的一种疗法，我看了很有道理，跟佛法上讲的相同啊。这应该是菩萨的实现的。临极限什么呢？回到原点，原点就是自信呐、啊。一切法从自信生，从自信现。最后还回到自信，
讲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啊，无事无明烦恼习气断尽了，证到妙究果位了，回常寂光，常寂光就是临极限，就是原点。啊，它叫猴窝般若波罗的方法。翻成中国的意思，大我意识法，临极限。临极限要用我们这个经的意思来讲，就是自心清净平等觉。临极限也就是阿弥陀佛。很值得赞叹的。除了帮我放下，我放下很自在呀。我放下是在大乘法里，一切众生皆是我。为什么？我是自信呢？一切众生全是自信变现。那么自性里面的大慈悲大智慧呀，统统显现了。你爱一切众生，你欢喜一切众生，你对他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你烦恼没有了，智慧全现前了，这是佛的境界。所以圆教初住正式经历如来的小学，接受如来教诲，真正依教奉行。第二个呢，把对立放下，边界边是两边，世间人讲相对。相对就是两边，有真就有妄，有善就有恶，有长就有短，有大就有小。佛告诉我们，自性里头这些东西全没有，虚陀洹虽然没有证得，没有见性，他听话了，他是解悟啊，不是证悟啊，但是人家解悟啊，他也能做到。佛教的放下，他就放下，不再跟人对立了，不但不肯不跟人对立，这个世界所有一切法他都不对立了，难得了。在这个世间他找不到对立的东西。你说他多自在，他多幸福。不跟人对立，不跟事对立，不跟一切万物对立。为什么？同一体呀。体是什么？体就是真如自性。大乘教里面讲的实相，同一体。
第三个呢，放下成见。啊，见取见跟戒取见，见取见是果上的成见，戒取见是因上的成见，把因果全放下了。啊，最后一个是邪见，所有一切错误的看法，他都没有了。他怎么没有的？完全依照佛菩萨教诲，佛菩萨教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对佛菩萨，具足圆满的信心，不折不扣啊，依教奉行。真正是个好学生啊，小乘初果，大乘初信位的菩萨啊，实信是小学一年级，真可爱啊，真佛子，他不是假的，真佛弟子。这五种五大类错误的见解统统放下了。思想上的错误还没放下。思想上也有五种，贪嗔痴慢疑，他有。所以这是讲须陀洹。须陀洹又发言了。见四谛法。四谛是苦集灭道。四圣谛。苦谛。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六趣就是六道轮回。三界六道苦报啊！特别是我们生在现前这个时代啊，为什么呢？我们远离圣贤教诲，我们不要它了，远离了，所以苦了。圣贤的教诲是真实智慧，远离圣贤，智慧没有。所学到的是什么？现在人所说的知识，没错。圣贤教导我们是什么？是智慧，不一样。智慧从哪来的？从清净心来的。圣贤他的心清净，他的教诲我们必须用清净心来接受，你才真正能得到。如果不是真的清净心，你得不到。现代印刷术非常发达，印出来的东西品质好，价格低廉，很容易得到。三藏经典在
四库全书在啊，可是没人教了。资料在呀，能教的人没有了。诸佛菩萨为什么不来呢？他们有这个能力，众生有感，他就有应了。为什么不来呢？没有人肯学，来了也没有。为什么说没有人肯学呢？没有一个清净平等觉的人来学。心地要清净平等，才能接受圣贤教诲。现在人心不清净。怎么不清净？他心有贪，有嗔，有痴，有慢，有疑，所以不清净了。而且这五种还都非常严重。他接触到圣贤经典，是用贪嗔痴慢疑的眼光去看他。把圣贤的意思全看错了。八十华严当年翻译完成，那个时候武则天做皇帝，改国号为周，这个经先送给他看，他在封面上提了四个字，开经记，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不容易，遇到了没有诚信，你决定得不。印光大师说得好，一分诚信得一分利益，十分诚信得十分利益，万分诚信你得万分利益。你才真正能够理解如来的所说的意思。愿解如来真实意。如果没有诚敬心，心里都充满了贪嗔痴慢疑，那你就会错解如来真实意，不解如来真实意，去解了如来真实意，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不是佛菩萨不慈悲，我们现在没有诚意去学习，是一种轻慢之心，有听说很好，好讲给我听听，轻慢心
没有尊重啊。这个点太难太难了，啊，现在人缺少的真诚、恭敬、啊，孝悌忠信，根啊，根之根。这个东西没有了，儒释道的典籍摆在你面前，还是得不到什么用。啊，你来解释，全都给他解错了。啊，那不是佛菩萨的意思，是你的意思。今天我们遇到困难就是这个，啊，三界六道苦啊，啊，这是什么？迷之苦，痴迷之极，这个苦就是社会动乱，人民疾苦啊，地球灾变，就这些东西啊，极乐世界没有，这些全没有。为什么极乐世界的人就？所以诸佛如来都在极乐世界教学啊，不到这个时间来啊。不是佛不来啊，我们不是真正想学啊，所以先什么试验试验看看有没有效果啊，都是怀疑的心。啊，造成了这么大的灾难。啊，第二个是极地。啊，极是什么呢？贪嗔等烦恼，极善恶诸业。这叫极，一个是烦恼，是里面的啊，内在的第二个是造业啊，业是什么？有善有恶，善业没离开烦恼，恶业也没有离开烦恼。啊，善业的果报则三善道，恶业的果报则三恶道。啊，叫起惑造业，苦的是受报。佛说法，先说果，再说因。啊，果很明显，你已经看到了，你相信啊？果从哪里来的？从贪嗔痴慢疑烦恼来的。啊，先前。我们能看到的
贪嗔痴慢疑，所感得的水灾啊，佛在楞严经上说的啊，海水上升，江河泛滥，与贪心有关系。嗔恚是何在？火山爆发，地球温度上升，愚痴是风灾，傲慢是地震，怀疑是地质疏松，山崩地陷，地面大面积的人突然下陷了，叫怀疑。善恶业，杀盗淫妄啊！杀生、怒火、伤肝啊，肝容易得病。盗被挠伤肺也，淫怨恨或者是过度的欢喜伤心心脏妄语欺骗人，思虑过度，怨伤脾胃你看看，贪嗔痴慢疑，杀盗淫妄，对自己本身不好，而且还感得山河大地，外在的灾难。杀生不仁，偷盗不义，邪淫无礼，妄语无信，饮酒无知啊，中国人讲做人的道理，基本的道理，仁义礼智信全没有了，现在在社会上看不见了而孝亲尊师是所有一切德行的根本，无论是世间出世间一切善业的大根大本呢，是孝亲尊师，没有了。现在所以你要问社会为什么有这么多灾难，这灾难能不能化解？我们得明白这个道理。此二者能济其三界六趣之苦报，故名极地。一个是贪嗔痴慢疑。五毒另外一个就是造业，这两样能集起三界六道的苦报三界六道所有一切苦报从哪来的？所以它是迷之因呢极地是迷之因，这是世间的因果
灭道呢是出世间的因果，四谛是世出世间因果，灭谛涅槃，梵语叫涅槃。佛教传到中国来，翻成灭，把涅槃翻成灭，灭什么呢？这讲得很清楚，灭惑一两样，惑是前面所说的贪嗔痴慢疑，那是惑，业呢？就是讲的善业跟恶业，善业也不行了，善业升天，升人道，出不了六道轮回。那要怎么办？佛教给我们，断恶修善。三轮体空，这就不造业了。什么叫三轮体空？譬如布施，布施是好事，我们拿财物去布施给缺乏的人，现在灾难多，受灾的难民多，他们衣食都有问题，我们用衣食布施给他，帮助他，救济他，这好事情啊。布施的时候，无我相，无人相。我们手上布施衣服给他，粮食给他，也不着这个相，利益一切相，修布施，这是菩萨，这个不造业。布施要着相，依旧是在六道里面，出不了六道，着相了，着相。是福，福报，你的修福，不着相呢，那是功德。功德能够帮助你了生死出三界，福德不行啊。福德是你在六道里头享受福报。我们今天看到许许多多富贵人家养的宠物，那是畜生啊，他有福报啊。你看一家上下老少对他多好，多爱护他啊，照顾他无微不至，过去生中修的福报。他都出生道了，出生道也享福。真不容易啊。所以灭，灭惑，迷惑，贪嗔痴慢疑是惑。你的言语造作是业。这个东西要灭掉啊！不是叫你不做啊，你不做错了，还是一样做，一样做什么？没有念头，这三能体空，不执着，
我能做，也不执着对方接受啊，接受我的供养布施啊，也不要执着我供养他多少东西，做了，就像夏威夷这个疗法一样，全把它归零，心地清净。所以坐而无坐，无坐而坐，啊，坐了跟没坐一样，心上痕迹都不沾，这就对了。啊，换一句话说，永远保持着你的清净心。啊，行善不要做行善的相，啊，造恶也不能做造恶的相。啊，有的时候造物也度众生呢。啊，用这种特殊的方法了。你看《华严经》五十三参，啊，有这些大善知识，用杀盗淫来度众生。啊，这非常手段呢。啊。极端不善的方法，他把人得度了，得用这个方法，不用这个方法不行。啊，他有智慧，他如如不动，坐而无坐，他行，我们不行啊，我们没有他那么大的本事。啊，所以我们今天初学，恶要远离，善要多去做。啊，断恶修善。啊，最重要的是不着相。啊，要知道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真正做到无相。啊，你看，灭惑业呢，而利益生死之苦，脱离六道轮回啊，脱离十法界，真空即灭，故曰灭。即是清净，真空就是自性，真空就是临即性。啊，真空不空啊，不是什么都没有啊，什么都有，什么都不执着，心地清净寂灭，灭是灭造作，灭迷惑，贪嗔痴慢疑是迷惑，啊，不迷惑不造业，还普度众生，啊，所以这叫灭，这是。物之苦，啊，小乘小觉悟啊，不是大彻大悟，才小觉悟啊。啊，第四个是道理，道是方法，道是道路。啊，用这个方法，用这个道路啊，能通于涅槃。我们讲成佛之道。小乘修的。啊，我们今天所修的比他高。还比它简单啊！我们今天所修的是个特别的大道，成佛的捷径，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这是道理的，究竟圆满的大道啊。欧耶大师在前面讲的太好了，啊，这不能不知道。啊，这是悟之因，世间法，出世间法，前面一二苦集世间因果，后面灭道呢出世间因果。啊，我们这一生能遇到，无比的幸运。啊，开经记上讲的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们遇到了。彭吉清居士说，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天，这一天也被我们遇到了。一定要懂得珍惜。一定要认真努力去学习。啊，希望在这一生当中往生净土，清净弥陀，我们就真的圆满的成就了。啊，其中前二是苦集，流转之因果也。故又曰世间因果。啊，是随着你看起惑造业受苦，这流转了。啊，这叫轮回呀，惑业苦轮回，是轮回的现象。受苦，他又迷惑，迷惑又造业，所以在六道里头，这个情形是每一况愈下。现前确实是这个现象。我们从历史上看，看这个现象，流转的象。中国历史记载着，上古时代，三皇五帝啊，三皇以道治天下。啊，道法自然，无为而治。五帝这个时候道失掉了，啊，道失掉之后有德，所以五帝以德治天下。啊，中国古籍里头记载的大同之治，《礼记》里头的《大同篇》呢，那是五帝德治啊，随顺道，这叫德。到三皇的时代，三王啊，夏商周叫三王。德没有了啊！德没有掉之后啊，以仁的治天下，仁者爱人，
下雨，陈塘、周文王大圣人呐、啊，以仁义治天下了。周朝末年，春秋战国，人没有了，那自私自利，这个理念兴旺了，但是还讲义气，啊，不合理的事情还不肯做。秦始皇统一中国，把春秋战国结束了，但是他15年就亡国了。啊，汉集成了大统，啊，大统统一了。汉武帝用礼。用孔孟学说，以礼治天下。啊，这是仁失掉之后有义，义失掉之后有礼，一直到满清，2000多年，啊，中国也出现了太平盛世。汉朝有文景两代，啊，汉文帝、汉景帝；唐朝有贞观、开元；清朝有康熙、乾隆，都是盛世啊，国泰民安。人民幸福，没有灾难了。啊，满清亡国之后，礼就没有了。到现在100年了。啊，仁、道德、仁义礼，通通丧失掉了。古人有一句话说：“世界就乱了。”果然没错。啊，在他们预料之中啊！这世间非常非常之苦，苦从哪里来的？要知道，这些年来，我接触的人很多，许多国家领导人。专家学者都在想怎样恢复社会安定，恢复世界和平。啊，他们有真心，我很敬佩，但是想不出方法。啊，他们认为社会是永远在进步的。啊，古时候这些东西应该是落伍了，跟不上时代了。所以不要古人东西全淘汰，不要了。新的东西没有。啊，遭这么严重的劫难。逼得大家实在没办法了，在探索古人的东西，看看古人东西有没有效果，对古人东西充满了怀疑，啊，我们有这个缘分，
把古人东西介绍给大家。他们听了很欢喜，但是真有疑问，法师啊，那是理想啊，那不是事实啊。真正研究东方哲学历史的人太少了，真搞得清楚，搞得明白，只有英国汤恩比一个人。他确实是明了，推崇要解决21世纪的社会问题，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孔孟的典籍在，大乘的经典在，能不能救今天世界呢？难，不是不能救，难。难在哪里呢？难在我们现在人对他不尊重，不肯认真深入探讨经典里面的意思，随随便便用自己的见解来看，用自己见解来解释古人东西，全解错了。那治不了，治不了就怪古人东西是假的，骗人的，全盘回去，那这个世界灾难就更严重了，一定等世界毁灭。这才是真正的让我们感到可怕的现象。我们总算很幸运，找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找到了一个归属。而且机缘就在今天。今天把这个机会错过了，再想去找这个机会不容易了。可能你永远找不到了。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说此四者呢，都叫做谛，言其真理，是为至极也。世间苦是真的，你在你的造业是真的，因为造业才有苦报啊。那你想离苦，离苦你一定把业放下，迷惑放下，造业放下，你要懂得三轮体空，你要认识宇宙事实真相。如何离苦得乐的修道？道太多太多了啊！八正道是举个例子，在大乘佛法84000法门，小乘有3000为一，世间学派很多，各有各的道路，世间宗教也很多，各有各的修学方法，各有各的
理想归宿。啊，再这样繁杂多元文化当中，我们要用自己的智慧呀去选择。啊，关键还是在老师啊，没有遇到真善知识，我们没有能力选择，这是真的。啊，我这一生要是没有遇到方东美先生、张家大师、李炳南老居士，没遇到这三个人，我们对这个事情、这桩事情一无所知啊。啊，碰都不会碰到。啊，纵然这些典籍送给我，我顶多翻个一两页就丢掉了。啊，没有真正善知识引导，真难呐！没有过去生中的善根福德因缘，佛经上讲得好啊，你这一生遇到这个机会，你能信能解，都是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得到诸佛如来的加持，你才能够相信，才能够理解，不是普通人能做的。啊，这些话我们相信是真的，绝不是这些善行人士用这些语言来激发我们。我们要这样想，错了，全错会意思了。他们是一片真诚，一片慈悲，纯是利他了，没有丝毫利己的念头啊。啊，我们遇到不能相信的就错了。啊，我们再看，继续看下去。而二者皆先果后因。啊，先受果后受因，一个世间一个出世间，二者，因为果已经你看到了，因难知啊，故先是苦果令其因，然后时断其因。啊，你对于果你感觉太苦了，你想离开他，这个念头是正确的。啊，怎么离开呢？断因就离开了。事出世间一切法，无一不是从心想生，所以先要把错误的念头断掉，贪嗔痴慢疑是错误的念头。啊，先把因心里面的因建立起来，然后言语造作，心正，心就正。
啊，心邪，行就邪。又举涅盘之妙果是乐之，啊，有好的果报。西方极乐世界好啊，那是一条通往大涅盘的大道。啊，是乃又引最烈小鸡之山脚。啊，最烈小鸡是须陀洹呐。啊，用这些方法苦集灭道来跟他讲，他懂，他能接受。啊，这是佛的善巧方便。佛起菩提树下，至罗耶云：“为无比丘实说此法，是为佛转法轮之初。”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开悟了，大彻大悟之后，就开始要教化众生。啊，看看哪一个根基熟了？落叶园里的这五个人，这五个人本来都是他的随从，啊，后来因为释迦牟尼佛放弃苦行。这五个人认为释迦牟尼佛退转了，离开佛了，他们自己个人去修个人的。佛开悟之后，知道这几个人过去生中有善根，啊，去找他们，跟他们讲苦集灭道，啊，巧成如尊者证阿罗汉果，啊。其他的四个人正虚头顽固，啊，这是佛转法轮，转法轮是比喻教学，弘法利生的开始，一直而修道真灭，成为声闻人。啊，因为听佛说法的音声，开悟了，明白了，小悟，啊，所以成圣闻。法华经譬喻品曰：习于波罗奈，转四谛法轮。法华经上就是讲这一桩事情。四十二章经也有，于洛耶云转四谛法轮，度乔成如等五人而证道果。啊，涅盘经十二也说，苦集灭道啊，是为四圣谛。啊，这个后面还有，涅盘经十五。我谢与汝等不见是真谛，是故久流转生死大苦海，若能见是谛，则断生死。这是佛劝弟子们。啊，我是佛自称，这个习是很早很早之前的，不是这一生的，多生多劫之前我们统统有关系，没有关系不可能在一起啊，
多生多劫就在一起。啊，这一生，释迦牟尼佛成佛了，又遇到了过去生中这些人，又遇到了。啊，世尊示现在这个世间。过去生中生生世世这缘成熟了，成熟就可以接受了，能接受这才能教啊，不能接受啊，这不能教啊。教的时候，他能信，能理解。能够肯干，他真的肯做，这个叫缘成熟。那么现在难在什么？缘不成熟，不成熟有不成熟的教法，成熟有成熟的教法。不成熟的是。如何奠定他的性根、性为道源功德母啊？如何帮助他起心？那么，这是当前比什么都重要啊，最重要的方法。所以在今天我们特别提倡儒释道的三个根，道理就在此地。如果不从根本上下手，决定不可能有成就。不但没有成就，还会产生副作用。副作用非常不好。认为什么呢？古人东西全是造物。那古圣先贤会在这个地球上绝迹了，这比什么都可怕。这个事情决定不能让它发生。我们要学释迦牟尼佛大彻大悟之后叫无比丘永世第一用世间法来教世间法奠定根性之后，再有聪明的对世法还不满，希望能更提升更高的去，有没有？有，慢慢提升，一步一步往上带，这才是个办法。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这些教学的方式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值得我们参考。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地。